谢谢，谢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谢谢大家，谢谢。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厦门演出，厦门的朋友你们好吗？感谢感谢，我看上面还有人啊。他们说只卖了下面的票，没想到上面还有人，真好，谢谢谢谢你们，你们坐得太远了，你们坐得好远，你们是真的没有钱吗？哎呦呦呦呦呦！别到哪儿都得罪人，知道吗？不合适哈、啊，我知道说这话不合适、嗯。谢谢你们，谢谢。今天又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对。国际传统的节日五月端三。对。这样的节日。哎，你等会儿吧。长得还真像你。谢谢。这是蜘蛛侠是吧？这脸型还真像。来给我看，我想问问这是什么？这是大象。谢谢谢谢，还有热心的朋友送来礼物，感谢啊！只有三个人送礼物啊、嗯，我记住你们啊！嗯，谢谢。头一排这些朋友们估计都是很有钱的朋友啊。我看没有人站起来送礼物，感谢你们啊、嗯、感谢，只剩感谢了。嗯，我同样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啊，把钱留住啊，对，放到家里面或者放到银行里面、哎、然后终有一天、哎、啊，你会花不上的。谢谢，来到厦门演出真的是特别高兴，这是我们第一次，第一次，我的第一次就献给了厦门。哎，厦门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呢，就是阳光明媚，哎，对，有山有水，哎，特别的美，有海啊，有海，挨着大海，这儿我们说的普通话大伙儿能听得清楚哈，我知道咱们这是中国，这是啊，咱们厦门说的是闽南语对吧？对，闽南语特别的好听。谢谢，刚才二位给您说了一段我的师弟冯兆阳还有杨鹤通，杨鹤通就是刚才捧个那个巨肥无比那个，嗯，肥的没有人样了，嘿，肥的不像个人了，巨肥，比他轻十来斤，对，杨鹤通大胖子，哎哎，那都肥的没人样了，还比我轻十来斤呢，啊，那我就不是人了呗，不，嗯，不合适，什么不合适，我没有那么说呀，你就这意思，你这呢没有啊，不过捧哏的胖一些没有关系，怎么呢，捧哏嘛，嗯，对不对，说是捧哏其实就是上台上听相声来了，这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对，特殊的行业，我们干这个行业就是为了省钱是吧，那当然了，没听说过，就是胖一些没有关系，胡说了，口齿伶俐就可以，您捧吧，而且人家有表演的经验，哇，家里有人干这个，家里有说相声的，当然了，哦，他姥爷是孙越的姥爷，哎哎哎哎，就是你等会儿，等会儿，您说我姥爷，你自己干嘛？就突然间这儿不舒服了一下。您别不舒服行吗？您要捂那儿，我不舒服了一会儿。行行行，嗯、他姥爷，他姥爷是那个。别垫脚，你非得把他显出来的。李文华老师。对了，李老师，李文华，嗯，说相声说的特别好。是。唱歌也行啊，纤夫的爱，让你亲个够。你等会儿，那是余文华，性别都不一样啊。我记得文华吗？不是文华就行，知道吗？哦、李文华。哎，想当初给姜昆捧哏的那位老艺术家。哎，对，这是李文华的外孙子。哎，是我呀、这孙子说得很好，说学逗唱啊，那是样样精通。您要是为了骂我呀，前面就别那么多废话，我干骂就行。这听说过，骂什么街呀？跟这位老师，哎，说得很好。您捧了呢。说相声人家是为了玩儿，哦，我拿这个当玩儿娱乐。哦，真的，人家里有钱。我们家富六代。哦，您等会儿，您呢？人家都是富二代，我们怎么六代？六辈人都有钱。
哦，辈儿辈儿传。俗话说得好，富贵无三辈，清官不到头啊。人家里富了六辈，我最有钱的就是他的父亲。哦，我父亲孙越的父亲在北京，北京的通州区。哦，区就是以前的那个通县。哦，在通州区有一个外号。我父亲。哎，什么外号啊？叫大菜猪。哦，大菜。非常的了不起。哎，你等等等，什么叫大菜猪啊？哎，说这人有钱呐，大菜猪，大菜猪的吗？有钱不是？有钱就叫菜猪啊？有钱那叫大财主。妈还大菜猪了还？你爸爸还萝卜兔呢？大财主，财主，这么说你爸爸财主？你爸爸刚征。什么叫刚征啊？谁爸爸财主啊？大财主，有钱，有钱。哎，人长得也帅啊，那倒是，人高马大，漂亮。他不随他父亲，没随，他随街坊。我随没。哎哎，等等等，你等会儿。这人呢，一旦随了街坊，就多少有些蹊跷。废话，我还得查查去呢，我还得。什么叫随街坊啊？你生什么气呀？我说你随街坊，你不生气啊？你随你的妈妈。我妈，嗯，我妈是街坊。不是，你妈妈的名字叫街坊。不是，您说之前问问我行吗？不是街坊吗？谁起这名啊？杰芳，反正姓王。王杰芳。王杰芳。杰芳。小名叫邻居。这还是杰芳。他随他妈妈了。我随我妈。他父亲年轻那会儿就喜欢花钱，因为有钱玩花钱。嗯，盖房子。哦，还盖房。他们家那房子啊，嗯，那个院子，我们家那院占地啊960万平方公里。哎，那个，哎，你跟我们家有说完我都害怕了。废话，我比你还害怕呢。我们家跟你有什么仇啊？我们家反正大呀，没那么大着呢嘛。是吗？啊，有200亩地就行了。200亩地。哎哎，院子当中。院子当中。两趟高速公路。我们家院里啊。哎呦呵，其中有一趟叫富宝高速。这哪儿到哪儿啊？你父亲到保姆那屋。哎，没有个高速。没就是上岁数离不开人，你知道吗？富宝高速。是是是。还有妈厨高速。这哪儿到哪儿啊？你妈到厨子那屋。你妈到厨子那屋。你妈到厨子那屋。废话，什么叫我妈到厨子那屋啊？她就是离不开嘛。没听说过我妈恶格。就有钱，有钱别胡糟。他们家那个厕所啊，厕所里那个马桶，我们家纯金打造。我们家啊，厕所的马桶是纯金的啊，小金马桶啊，哦，纯金马定做的，那肯定得定做呀。你拉屎根本就找不到，也是没上过火，全自动的马桶。哦，就自己冲水啊。哦，一般的马桶啊。就别演示了，回来吧。啊，回来吧，就别演示了。不是自动冲水那很正常。嗯，对不对？他们家那马桶啊，跟着他。您等会儿，就是我们那马桶就跟着走。对，您说是马桶这是轮椅啊？马桶。哦，他父亲只要是一脱裤子，啊，那马桶啪就怼上了。老头可得站稳喽，一脱裤子给怼墙上了。平时不敢脱裤子，零着呢。废话，可不敢拉屎了。只要一脱，啪就怼上了。好，让马桶给怼了。啊，真的，那马桶上面那个圈啊，镶钻石。镶钻石？尖朝上。哟，我爸爸最好是便秘，跟你说。血淋淋的马桶，哎呀。怼一下我爸都空血了。那有意思。哎，太有意思了。最喜欢花钱。好花钱。去北京城里头去吃饭啊。北京城里。哎，去那个全聚德烤鸡店吃那个烧鹅，一般人都找不到。哎，您等会儿，一般人就给打出去了，知道吗？全聚德什么烤鸡店吃烧鹅。您这有一样对的吗？全聚德那烤鸭店呢？烤鸭店那卖鸭子的，那是鸭店呢，是吧？对，你父亲就喜欢鸭。
啊，明白吗？哎哎，说清楚了，行，烤鸭就往那一坐，喊服务员。嗯，咱们一般都是服务员过来，我点一下菜，都这样，对不对？他父亲不是，我父亲怎么了？有派头，我父亲还有派头，有份，留神马桶，再给怼出去我。你瞧这模样，让马桶是不是怼傻了？给说话呀！服务员，这是饭馆吗？过来，是个鸭店，好像是。我点菜。你等会儿，我爸爸这憋着干嘛呢？这是，服务员过来了。嗯，先生，您看您吃点什么？啊、嗯，这是我们的菜单，随便点，随便看啊。吃点什么？是啊，我们这什么都有，大饭店啊、哦，大饭店，大饭店吗？嗯，什么都有吗？是啊，蒸一个骆驼，我这蒸一个骆驼，生蒸啊，不要切啊，整个蒸，没有这么大笼屉。对呀、啊，您换个别的吧，那来一个，没什么好的，西红柿炒鸡蛋，点一西红柿炒鸡蛋，盖饭，这哟，起了，起了。嗯，您上全聚德点一西红柿炒鸡蛋还盖饭，你上那儿干嘛去呢？你玩嘛，花钱。吃完了饭去歌厅舞厅歌舞厅，哦，消遣。对了，在歌舞厅认识他的母亲，得认识，两个人在那儿那叫一见钟情。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就是我爸在歌舞厅认识的我妈。对，那我妈干什么的呀？你等会儿，等会儿，别舔，舔什么？不是嘴干，嘴干。就是你别嘴干着了，不要生气啊！你没说呢，我还没生气呢。哦，好好好，啊、我妈干什么的？说你母亲，你母亲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哦，知道吗？这舞厅是不是叫富贵人家呀？可以可以可以，什么叫可以啊？你说的呀。你会不会说话呢？这包袱你抖的呀，我哪知道那话什么叫富贵人家呀、啊？这是没有的，别瞎说，大家闺秀，知道吗？这还有孩子呢。废话，我还不知道孩子，名门望族，你这么说着的吗？名门望族，哎，有钱，大家闺秀，是在那儿认识他的母亲，也消遣去了。两个人边跳舞边聊天，哦，交际舞。哎呀，姑娘，啊、嗯，你这个腰是真细啊。我妈苗条。脖子，这脖子，姑娘，再给我妈钻死，长得真可爱。这好，走回家啊，跟哥哥成熟。对呀、啊，不然怎么着？再有钱，哎呦呵，他也有伤心难过的时候。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孙悦的父亲啊，没有儿子。对，我爸爸没有儿子。你说这个事儿搁谁心里他难受一下。知道吗？我不是难受一下，我得难受一阵儿，知道吗？我爸爸没有儿子，我哪儿来的？啊？我哪儿来的？问你的说，你看我干什么？你说的我不看你，跟我没有关系啊！废话，能跟你有关系吗？我哪儿来的？我呢？街坊啊，这哎没听说不是。你父亲在没有儿子之前没有儿子，不是您这路话谁也听得懂啊？没他之前，家里的日子没法过了。不想孩子吗？他父亲一个人独坐在后院书房，在书房里，手里拿着一本《金瓶梅》。对，哎，这是过不下去了吗？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哎，没有看这个，把书本一合，放回原处，不看了，换一本插图版的。合着不认字儿啊？还是么看画过瘾？结婚，
这就结婚了？领家结婚去了。你真简单还。按说他们的生活很幸福很美满吗？这两家都有钱呢。有情人终成眷。别乱，警察在招来。看人家西门大官人，西门庆是一个淫棍，不是好东西。他也有后代子孙。对，西门庆三妻四妾。看我叉叉叉，你爸叉叉叉。什么叫叉叉叉啊？某某某不是叉叉叉吗？没听，那你说某某某不是叉叉叉啊？那我说出来，你说着说，你姓孙，你说。看我孙国庆。对，我也。我爸唱歌的这个秃子是怎么着？孙国庆像话吗？看我孙大圣。没猴啊，猴啊。孙悟空。那不是孙悟空，那不猴吗？孙燕姿。这倒好，女的，你看。孙楠。没有啊。孙某某。看我孙某某。哎，就完了。我也是一个淫棍。哎。我还不如爸爸有这外号呢。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想想吧。来个姑娘也行啊。对呀、啊。你最次。嗯。来个京班啊。来个京。来一狗也行啊。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想想呗。说着话一伤心一难过，哭嚓哭了。您等会儿。正哭。您等会儿。哭嚓。这不拉了吗？马桶没在。得亏没在，你要在这儿哭嚓咣就给怼上了。没脱，一脱就怼上了。没听拉裤子。哭什么这不是。掉眼泪不知道啊。吧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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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眼泪了。哎，你父亲正哭着呢。哭着呢。小丫鬟从这儿路过。丫鬟扒窗户一瞧，哟，怎么扒窗户？这老不死怎么了？这是。哎哎哎哎哎，不是，这丫鬟说我父亲老不死啊？不是，他是内心活动。哦，心里这么想。哎，那也不行。心里尊敬他。这老员外怎么了？哎，老员外怎么还哭上了？对，不行，我得上内宅禀报安人。安人就是他的母亲，官称小丫鬟一溜小跑。哦，小丫鬟，哎呵，小丫鬟健美操出身，一呵，哎呦呦呦呦呦，丫鬟还提速了，你看，来到了内宅，嗯，扒窗户一瞧，老扒窗户，他母亲也在那伤心难过呢，我妈也难过呢，手里拿着一本啊，《金瓶梅》，在我们家这是工具书，可能是，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嗯。把书本一合放回原处，哎，改本插图的，换了一张盘下来。哎呦，还是我妈聪明。嗯，别乐乐什么呀？看人家潘金莲啊，是一个荡妇，不是好人。他也有后代子孙。哎，他有吗？这怎么了？嚯，不是这声。嗯，哭了，大便干燥。哼，哎，就，不是还是小姑，嗨，无所谓，哎，无所谓。你看我，哎，你等说清楚了，王杰芳，哎，我也是一个没有，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哎，想想，哪怕来个姑娘，这次来个京班啊，来个吉娃娃也行啊。哎，那管什么用啊？松狮，没也别挑个大的了，雪纳瑞都行。这，还养长毛的还？怎么就没有孩子呢？嗯。正在伤心难过，是小丫鬟赶紧过来，哟，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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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喂，夫人，您怎么在这哭？您怎么也在这哭？您怎么也在这哭呢？后院书房，后院书房，后院书房，老爷也在那哭呢，老爷在那哭呢，老爷也在那哭呢，赶紧过去瞧去，赶紧过去瞧，赶紧过去瞧瞧去吧。丫鬟那嘴上马桶怼我是怎么着？怎么这么碎的啊？走着。啊、哦，我妈喊上了四个丫鬟，四个，春梅、腊梅、烟梅、硬梅，你得给我妈烧着。四个丫鬟扛着你母亲来到了后院书房。四个丫鬟扛着我妈去的。对，为什么扛着？没腿。哦，没腿。来到了后院书房啊。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没腿？我说我爸跳舞怎么做？真是个跳棋子儿，你说。不是废话，没腿像话吗？有腿啊。有腿吗？有腿，有腿，有腿。哎，有一条真腿，还一条假腿。没有，都是真。前面那两条是真的。哦，后面两条是假的。你妈四条腿。你妈才人头马呢！我告诉你，他左前是真的，右后是假的，没有啊，就两条，两条真腿都是真的。搀着你母亲来到了后院书房，哎，进屋一瞧，你父亲正在分吃分吃的生气呢。呵，这个词儿，这个老气，还分吃分吃的，还得。我说老员外啊，我父亲，
平日里您都欢天喜地，哎呦，瞧我们还要飞着呢，今日为何愁眉不展呢？有文化说话。我说鹌鹑呢？鹌鹑呢？你妈才吐一把鹌鹑呢，鹌鹑。我说鹌鹑呢？哎，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了？我妈是存款啊。那取出来，那是取过门来。我把你取过门来多少年了？多少年？400余年了吧。妖精啊！14-15年。14-15年了。嗯。你给我生下一儿了吗？完了。没有。你看。养下一女了否？质问呢？否。按着脖子呢。可是我妈是个跳棋子儿，你看。你说这是什么孩子？你说什么孩子？说自己的母亲。否。无儿无女，我要你何用啊？哎哎，你等会儿。哎，这身高不对啊。哎，我踢死你！别踢了。啊、哦、啊，好。票走了。哎，以后少看动画片，听我的啊。您等会儿吧，这俩人说话，我爸这么高，我妈这么矮，那不是还是没腿吗？不是，你爸一生气呀、啊，就蹦桌子上了。上桌子。你母亲一着急躺地上了。你什么毛病这？两个人打起来了。打得着吗？光打架没有用。嗯。都是为了孩子，没错、啊、但是夫妻没有隔夜的仇。哎，对，转过天来两口子一商量，要去高山求子啊，就是拴娃娃呀，就是去拴娃娃，没错。赶紧，他的母亲，嗯，上屋里开始梳洗大便，嗯、然后呢？你等等等，梳洗大便，干嘛？这拉完了干嘛去？这是？什么拉完了？不是梳洗大便，怎么大便呢？就捯饬一下大便，捯饬成大便是吗？那叫梳洗打扮，不是大便哦。梳洗打扮，哎哎，完了以后准备这个洗脚，还得洗脚。洗完了脚以后，水都黑了。我妈太脏了，再洗脸。对，没有妈，妈，妈妈妈妈妈，洗到了，先洗脸，先洗脸，哎，再洗，啊、就是全弄乱了。我弄完了以后，嗯，准备出门，哎，出门去吧。门口有一辆大马车在那等着呢。是，坐上车。不到半小时到了，还挺快。到了京西妙峰山山脚下，北京京西。对呀、啊，过去拴娃娃的地方吗？没错。为了他拜访过四大名山那会儿，哦，不有啊。最后去了那个京西妙峰山。那山上有娘娘庙。到了山脚下，依着他母亲的意思啊，要拜山。拜山的意思是？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哎呦，显得特别的虔诚。这信呐。这会儿小丫鬟得拦着了。丫鬟。这个丫鬟不是刚才那个丫鬟，不是那疯疯癫癫那个了，嘴特别碎，不是那个、啊、不是那个，这是他母亲贴身的丫鬟。哦，就贴身的提几人。什么叫贴身丫鬟呢、啊、就是他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啊、小丫鬟陪着他母亲睡觉，就打小一块长起来跟亲姐妹似的。嗯嗯，一个被窝睡觉，没错。小丫鬟说了，小丫鬟劝劝我妈，夫人呢？怒火，夫人呵，不可以那样。不，这劝哪样？我心疼你啊。这这是贴身的丫鬟吗？这不还是那厨子吗？他就是说话嗓门就些没有嗓门，小丫鬟女洗脚，没错，然后漱口。嚯，你就别说了，好家伙，爱喝这重口味的玩意儿是吧？漱口像单打水啊。女的细声细语、啊、夫人呢？哎，夫人，我心疼你啊，夫人。哎呦，咱找一个二人台吧。二人台抬到了山顶上。你等，你等，你等。哦，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娘娘腔。什么叫娘娘腔啊？哎，夫人呢？这干嘛胡子、啊？这是小辫儿吗？女同志小辫儿。你等会儿，女同志小辫儿都在这儿梳着呀，也没梳到这儿来的。您梳的这是武松啊？这是。哦，这，哎，就行，就是披肩发这样的。哎，找一个二人台，哎，又叫滑杆，滑杆，抬到了山顶上，和我母亲。到了山顶上，依着他父亲的意思，啊，要敬山。什么叫做敬山？闲杂人等全都闪开，就剩他母亲抢烧头一炷香，就跟包场是一样。光有钱不行，嗯，还得有势力，有权力，大伙得听他的呀。没错，他父亲站在山顶上大喊一声，自己喊，你看。闲人闪开，我要净身，唰，全都闪开了。那怕溅一身血呢，这
什么叫我要净身呢？那拴什么也不管用了，那个净什么山，就山，闲人闪开，我要这天怎么着？没有啊，净山，净山。闲大人冷拳都闪开了，是，偌大的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就剩他母亲一个人，就我妈一人啊，还有一个老和尚。哎，嘿，你美什么呀？他比那老和尚黑心呢，你看了吗？你留老和尚干嘛？轰出去！老和尚有用啊！啊，我就怕他有用啊！他有用？他什么用啊？他？他得念经啊！念经？求子金刚经。哦，多子多福求子经啊！哦，老和尚念这个？那当然了。就这个用是吧？当然了。哦，老和尚念经求子经，我跟你学学啊！哦，你还会求子经呢？哎，我学过，我家传这是。你爸爸和尚，你不是学过吗？传男不传女的都。揭揭不了僧，揭揭不了僧，阿弥陀佛。这句什么意思？嗨，我也不知道。哎，就不知道，愣来。大成成就，珍惜江城，摘出虔诚，上香舍拜。求子经，丹霞珠，结棒有何用？我要这还是憋着净身去的。这变化又就别唱，我爸还是孙悟空了的。扬声号，苦海滔滔，孽子招，为人不幸半分好，枉在世上走一遭。求子，没听见求子的词儿。远观山有色，细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求子。八月中秋，雁南飞，一声吼叫一声悲，大雁道有回来日，死去亡魂内。不回归。哎，您等等，您等等，别唱了，这位大师别唱了。怎么了？您这不是求子经吗？求子经啊。怎么还死去亡魂不回归呀？您这没求这死一个，怎么？死去亡魂，他要是回归了，他不得又活了吗？不是求子吗？你求子经你得先念死一个呀，投胎转世啊。不是。我这么祸害人呐，那可不是为了我得先念死一个啊！我天哪，我造了孽了，我来了还！您赶快求子问，听的什么？死去亡魂呐，啊，郎呵呵你呐，哎嘿，啊，郎呵呵你呐，老和尚划着船来的，这是，七分靠大兵，爱兵呀，阿金呀，哎呀，我们那边出来也挺难的，其实。别唱！不是您这不求子吗？怎么还有《西游记》呢？《西游记》啊，《西游记》唐僧干什么去了？西天取经啊！他得先取经啊！我还不知道我就麻烦这师徒四人了，还是？合着这事儿是为了我，你知道吗？走吧，艰险也
哎，我就想问我是哪一集出来的？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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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是女儿国以后了。你翻翻春天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路在脚。接接不了三千六百米头吧。那是我在哪儿呢？白龙马哟，蹄儿朝西。我在动画片出来的。唱三藏，您这别唱，行了，你没没了了，怎么？再来首。刚翻过了几座山，还有续集呢，你。七条河，行了行了。魑魅魍魉，怎么他就这么多？安。您呀、啊，我这拴娃娃呢啊！什么五环五环？哎，在五环上拴娃娃呀？哎。哦，就是和尚还知道说的是拴娃娃呀？我以为《西游记》呢嘛，还再看他母亲啊，往这一跪，是烧香祷告啊，终于这个开始祷告了。老娘娘在上，嗯哼，小奴家缺门得势在下，你妈缺德。小奴家野门鸡是在下，你妈野鸡，傻门蛋是，你妈傻蛋，叉门叉是在下，你妈叉门叉是，你记不记孙门王氏啊？孙门王氏在下，希望老娘娘保佑我们得一大胖小子，我们愿意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好话，小奴家在这儿给您磕头了。后手还是真贫气，我跟你说。我们相信，再看他母亲啊，从兜里掏出一个红线绳来。哦，绳人，准备拴娃娃，拴那泥娃娃。哟，我妈还套个狼，你看了吗？抬头一看，是老娘娘怀抱一个，抱这个，嗯啊，这个不能拴，为什么呀？长大以后真命天子，哎呦，没那个命，没有啊。低头一瞧，地上趴着一个，地上那个，这也不能拴，怎么呢？长大以后淘气不好养活，哦，撒欢儿，再找吧。旁边老和尚念经，嗯，还没念完呢，哦耶。然后呢，再看母亲，接着找，等，那个就是经我就不管了啊。这叫欧耶是什么意思？欧耶是梵文。啊，我不管什么，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啊、就是什么？快来那种意思。那这个孩子快点来啊！耶，快来。嗯嗯，那、啊、他们现在照相那个欧耶是什么意思？嗨，这就是快门啊！你甭管了，哦，就是快字全是。你不要再问了啊！嗯。找吧，还不让问了。找了少去，找了少去，在老娘娘供桌底下发现四个娃娃。桌子底有四个。对，有谁？有你。啊、当当当，我妈脑袋金刚钻的，当当的。他不是旁边敲磬的吗？那老牛。梅艳芳、柯受良、张国荣，你们四个。你说我跟仨死鬼混什么呢？你母亲一眼就瞧上你了，瞧上我了。哎呀，这是我的孩子，是这是我的娃娃，嗯，把你抱家去了。好啊，到家以后不到一个月啊、嗯，你母亲怀孕了，真灵啊！不服行吗？不行啊！不服行吗？不行啊！老和尚多灵啊！对，老和尚多灵。据我所知，现在已经10:30了，马上就10:30了。从7:30开始，哎，我爱你。从7:30开始，演到现在10:30，你看这都10:30了，3个小时的时间了。我相信有的朋友已经累了，啊，武汉也有空座了，有那么几个空座，估计是你先回家了。嗯，没关系。有的朋友说。你今天是第三次出台了，为什么？因为，哦，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就好挣钱。我第三次出现在舞台上，
为什么？因为我第一我颜值高，高。第二，我谁退票？谁要退票？退去呀！票房早下班了，退去呀！我看这一片还要退票，你们买票了吗？这一片来了，真有意思，还退票？退不了啊，因为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想怎么样都行，就是不退票。你要觉得不过瘾，比如说你可以包我，还觉得我可爱我乖，你可以包我，那就随便了，对不对？我看谁说两分，我看谁说的两分。讨厌，不要不要不要瞎喊了啊。因为我红，因为我膨胀，最近确实很红。那个你看我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包括唱，我最喜欢唱。真的，我最喜欢唱。像我们后台其他的演员都不行，包括我师父郭德纲唱的不行。真的，唱什么都是戏味儿。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师父上夜总会，上那个KTV， 这样解释好很多，就是 KTV 去唱歌去。我师父点了一首歌叫《Super Star》，听过吗？啊，他是这么唱的：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这英文这是什么呀？这是他不认识，所以说他不会唱。我唱的最好的就是太平歌词，现在可以，各位可以去。这你笑什么？郁什么？真有意思。我唱的最好的就是太平歌词，您可以。你是电，你是光。你看，摆平了，你看，不敢言语啊，不敢说话了。岳云鹏，我觉得你的表演风格越来越便宜了啊！没必要说这个"便宜"这个词儿，就是而且在这个台上，是你是找不开零钱了啊！你刚才说什么来，让我听见了啊？就是不行啊！我怎么就不行了？你不要听那些女演员瞎说。我没提女演员的事儿，就说您唱的不行。哦，唱的呀？啊，那个。无所谓的事儿啊，因为这个这人就不一样，术业有专攻，有的唱得好，有的唱得不好，这个很正常啊啊！你说我唱什么唱得不好啊？就是太平歌词啊！你要死啊你啊！你要说芭蕾舞，我是来不了；太平歌词，我还来不了吗？来不了啊！不是，打你还说河南方言那会儿，我就开始教你啊，到现在怎么我不行了呢又？嗯，我现在也会河南方言啊。哦，你说了这些，你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我唱得好啊，我想跟您唱一回。怎么了？就这意思啊？听不出来吗？真有意思，叱咤江湖多少年了，这都不懂。我也是岁数大了，我跟你说啊，咱俩合作一回。谁呀？咱俩。你要跟我唱太平歌词啊？哎，你说的真是人话啊。行吗？你还会唱吧？会啊，因为这太平歌词是说相声说学逗唱里的唱，嗯，哎，我们必须得会这个。你演员在台上，一个是要会太平歌词，一个是要会那些个开场的小唱，各种小曲儿，这都是我们必须要会的啊。嗯，这也是从小在我跟前长大的。那你要愿意唱，咱们就来几句吧。你别太多，咱俩人唱一西厢，好不好？西厢，好个屁，我不会。这个货呀，我告诉你吧，树叶过河全靠一股子浪劲儿，知道吗？这是个谚语，看见没有？
歇后语，树叶过河全靠浪。你怎么能不会呢？这我是那个树叶吗？你是那个浪啊。可这个都说出来了，西厢是说相声要会的，嗯，群唱的小曲儿，整个用各种曲牌连起来，大约要唱全了一个半钟头，啊，而且这也有，你也甭好，这太多了，而且这唱完天都快亮了，炸油条的都出来了啊，啊，可以掐一点，大伙儿尝一尝。可是你要不会，我没关系啊，啊，我叫人呢，有人啊，这也是个技能，哎，来人上人，会唱西厢的上来一个，唱西厢有的是啊。好，来老来来儿子，真正的德云一哥，我跟人家比不了啊，人家根正苗红啊。来来来，我认识这俩啊，我得给你们介绍一下。别客气，快来来来来来，那个这个矮让他来的啊，给你来这个，快来来这站这儿啊，这个更矮，哎对，你都没个师哥的样啊。这个是我大儿子郭麒麟啊，这你们都知道啊。自从他减肥成功之后啊，我天天打开微博呀，一万多姑娘天天跟我说：“爸爸，您要注意身体啊。”也不是从哪儿拎的，这是啊。这个既是我徒弟，又是我的干儿子啊。想当年最小的时候，不点小孩就是那个留小辫儿啊，那个京剧神童陶阳，现在长大了，艺名叫陶云胜啊。嗯，你师哥呀，说唱西厢他不会，他不会，他把你们俩叫出来，咱们唱几句，让大伙儿尝一尝啊。咱们也不会啊，那咱们走吧。事儿不早，咱回家吃饭去吧。一台不要脸啊！什么话这个啊？来，把我爸放眼里。这，你倒给说实在了，这点事啊。嗯，西厢啊是。我就兴奋太大了，这西厢是群唱的小曲儿。嗯，什么叫群唱呢？德云社演这个，好几百人搁一块唱，因为这里边有主唱、单唱、拆唱、伴唱，什么都有。要光我们仨人也太单，这人也不够啊。那怎么办？你说你还？我给您叫一帮人，叫几个伴唱的吧。伴唱的，哎，有没有伴唱？伴唱有没有黑鸭子？来，黑鸭子。什么跟什么呀？这都是啊。伴唱有没有伴唱的？来来来，合苏的，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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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二十人就够，多了不用，哎，闹腾了啊。哎，这个就尝一尝就好啊，这都是我徒弟们，都是啊，来，快来，快来，都站好了。对，行，那个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唱一点点西厢的小曲儿。那我呢？他们伴唱。哎，哎，你看你找一个特别合适的位置，好不好？好好，再见啊，再见。咱们这样吧，因为都唱全了，一个半钟头也犯不上啊，怕人也听腻了，就掐一点儿。别来架子曲了，就是那个梆子佛吧。好，一人一分梆子佛，我唱太平年，后边来几句云苏调，你们跟着一块合书就行了。梁耀坤带着板儿呢吗？来，打板就唱，开始。来，小琴童不消停，手掌着灯笼走进了房中啊，相公啊，怎么样？功名就如山中哎，小琴童把话明，尊了声相公，您了人家听，明日啊。怎么样啊？明日就早登城，早为登城，早为登城，亲内通说话欠点聪明，那功名好比浮萍的水，太平年啊，美貌的娇妻火化冰，念太平啊，不该来结束，就在普救寺中啊，来只在花园呐、啊，我们两个两相逢。这也是那个前世前因安排定，太平年呐、啊，说话之间
跳楼起了更啊年太平。这是太平年，接下来云苏调，打起精神咱们一块儿。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僧人渡来送行啊，崔莺莺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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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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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都去吧，都去吧啊！云鹏呢？行，由于又是岳云鹏安排的，这段还不错啊，唱的不错啊，唱的不错。你学会了没有啊？为您点赞。哎呦，我学他没有用哦，我又不调班。什么话？怎么一点追求都没有啊？调不了班，这挺好啊。那个，咱俩唱一个太平歌词吧。好呀，好呀，好呀，好呀！我一定要满足岳云鹏的这个愿望啊，因为今天是20年大庆的开幕式演出，这样。在唱太平歌词之前，我有个建议。您说，咱们两个唱个评剧怎么样？评剧？我不会。不会你乐什么呀？你这要死的样儿，这免尴尬吗？哦，我不会没关系。怎么了？我给您叫个人。嚯，你有找人的能耐啊！当然了，唱评戏的。哎，还有唱评戏的啊？有没有会唱评戏的？有没有啊？完了，没人，就是你吧。呀哈！你用那个矮的，哎，何苦为难自己？哥呀，你上这儿来吧啊！这都认识哈，你潘大爷，我大爷，大爷，潘大爷啊，不带骂人的啊，没啊，这个您来了啊，嫂子来了吗？来了吗？来了啊，你四下撒嘛哈，闺女来了吗？来了吗？啊，来了，来了啊，来了来了，闺女叫潘阳啊，可好看了。一眨眼他都当了妈了，是啊，没错，就这个玩意儿，你倒是不嫌老哥，真的，逆生长，我发育的还不错，那就好啊。有人在外边问我说那个，俩老炮儿台上聊这个，这，你让我们也嫩一回啊，对，你让我们也，我爱说点这个啊，这个潘哥，我们跟别人交情不一样，我们俩都唱过戏，对，都是同行啊，那会儿。潘阳小的时候，我最爱潘阳一句话就是：“闺女，我跟你爸爸谁个儿高啊？”“你个儿高。”孩子傻实惠啊，这童言无忌真是的啊！但是这么些年来，我这看着你，怎么比那会儿还矮了又啊？有吗？你看他穿个内增高还这样，我还特意穿个平底布鞋。谁？咱俩把鞋脱了，看谁穿内增高。你别，你脱鞋我都看不见你了啊！那个岳云鹏说要唱评戏，他不会，咱俩唱一个吧。啊，这样啊，因为我跟德刚，以前都唱过评剧，对，都演过小花脸，对。那个月月呢，他可能听评剧听的还是少，他听的少，我会唱，他会唱啊，会唱吗？评剧来两句，来两句，来两句，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只想我们曾经相拥，不必费心地彼此。
可以了，你够了，孩子，可以了，可以了啊，没日子唱了是怎么着？你唱的跟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我们说的是评戏，知道吗？我唱的是评戏，多新鲜啊！那我们俩聊天，你也别闲着，你不是能找人吗？啊，你去找俩拉弦的来，找俩拉弦的，哎，有没有拉弦的？哎，会拉的可有的是啊。不是，你说清楚，得出音儿才。说清楚拉什么？哎，拉。拉弦，拉弦，拉弦，拉弦都来，跟那边坐着啊。这边，这个其实我好些年不唱了，您有日子没唱戏？我有35年了，差不多没唱。真的呀？嗯，要不咱俩走吧，真的。对，上来了多丢人呢。好几十年不唱了，就跟俩外行是一样的。对对，差不多。啊，但是弦都来了，钱我都花了，也不可能再退咱们了啊。那个要把他人撵走，把弦留下。哎，对，还是你比我会过日子啊。那你唱几句？这样，我�唱6句屠夫状元里的一首一段一小段，啊，完了你呢，哎，再给大家我唱几句别的，行？因为这个我跟大伙儿说一声啊，我们这唱戏啊，这个分关里和关外，没错，以山海关为界限，关里关外。我是典型的就是关里的唱法，他是关外，你听他那个音乐旋律啊，也很跳跃，很活跃，还有很多比如说二人转的旋律什么都有，他们唱的比较洋气一些，我唱的这就比较传统一些。这是我们俩不一样的地方啊，风格不一样。哎，您各位也都尝尝啊，那就那您先来吧。那我先来吧，好不好？来吧，你唱完，观众要是一翻脸，我好跑啊。你们好，跑。对对对，我好跑出去给你开门去啊。不是，先给我起个调，先给我起个调。唱什么调门啊？嗨C啊，行，可以。多嗨都给你给C进去啊。多嗨都给你C，行吗？我出哎。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好，再来，低不低啊？不低啊，不低，可以，不低啊，行。我出门3天又凉，有点低。我就有点低，哎，等会儿别拉，别拉了，你孩子，行了，低低点，咱们再给它长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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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因为这个好长吗？好长，好长，好长，没问题啊，嗯。我出门3天又两晌哎，正三副朱大肠啊，头蹄下水心肝肺哟，连毛带草两的筐哎，虽然劳累我心欢畅啊，杀猪的赛过状元郎。哎呦，跟刚才不一个调是吧？啊，哎呦，没想到，真是，啊，都高了，高了，高了，玩我？没，这个，真是那句老话说的对哈，这个驮老婆高升，真是。这跟驮老婆有什么关系啊？就真行，我没想到。我前些日子我们录那个《欢乐喜剧人》的时候，在后台我听他说啊，昨天哑，一直没好，又拍戏干嘛的，调门不够，挺难受的。就是您喝出去了，哥啊，来喝出去了。我也别太高，我救活点吧啊！我来，咱们我唱一个，唱一《刘云达母》，我也唱什么就6句8句就够啊。来，你说比古今。有句古人说端详，昔日有过小寒心，九里山前活埋了娘，九里山前活埋了母。后来做了3齐王，别看我刘云能打母，我后来一定做皇上，我若登基做了爹，高升妈你就是啊兄弟，你真行，你这嗓门儿，这家伙把人叫驴了都。哎，你夸我这是啊？
特别亮。我们俩是一个叫驴爷，一个驮老婆啊。咱俩搭着一块上庙会上唱去吧，准挣钱啊。得嘞得嘞，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谢您辛苦了，您辛苦了，谢谢你们。他们都走了，行，别客气了啊，咱找机会咱们来出全的好不好？行，可以啊，小月。哎，会了吗？我学他干什么？我来啊，不是你不让我上来，不让你不学评剧吗？我不学。你不学让我上来干啥呀？哎，他就是玩你，嗯，没事。哎哎呀，我怎么样？仗着腿短踢着不成。踢那么高，踢我腿肚子上。这个上真随的师傅，来河边上吧，孩子没地儿站了。来调的麦克风，这个麦克风太矮了。对，你师爷用来的。啊，给我师爷预备的。啊，今天拜师了，啊，特别的开心。有门户了。对，我师傅是岳云鹏。对。啊，为什么没有掌声呢？可能不是很熟悉啊，嗯，就那个大屁股脸。这是拜了师了。那是我师父啊，我有一外号。是吗？我叫小屁股脸啊。他有一外号啊，他叫小屁股。就我们三个。我那脸呢？你别胡说八道啊。确实今天正式拜师了。对了。特别的开心，嗯，特别的激动啊。是。走上舞台呢比较紧张。哎，听出来了。啊，因为我憋着尿呢。啊，没听出来啊！走上舞台呢，拿我来说啊，是一些个小学生，嗯，小学员是啊，有认识我的吗？啊，其实没有关系，肯定有认识你的，啊，有认识我的也好，没有认识我的也好，都没有关系。哎呦，因为我会自我介绍，这不浪的。哎，做一个，好像自我介绍，我听听谁？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刘晓婷，谢谢。啊，我叫刘晓婷，那我叫刘晓婷，我叫刘晓婷。这得说烦了。一个青年的相声演员。哎，对了，没有什么名气。没有。介绍一下旁边这位老师。那我就算了吧。也没有名气。还真像的是，啊，这位比较有名气。是啊。啊，还介绍吗？啊，甭介绍，没事。啊，介绍。主要是以你们为主，你们今儿拜师喜事儿，啊，对吧？那介绍。好好介绍介绍你们自己。啊，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哎，啊，我叫刘晓婷，嗯，小字儿的。又一遍。嗯，是这个我们这个门里的呀，大师哥。啊。啊，后台都跟我叫二哥，这是我官称。我没明白您那话的。怎么了？你们是给的是小字儿。对呀。啊，你们名字中间都加一个小。对，你是岳云鹏这个门的大徒 弟，嗯，后台呢都管你叫二哥，官称二哥。你那后台一结拜都找我，拿，啊，你当官二哥了是吧？不是吗？没有啊，就家里大还就大排行，啊，是行二，对吧？家里边行二，就官称了。对对对，嗯，啊，真的，这个作为大师哥呀，嗯，得有一个大师哥的样。哎，这倒是，对吧？嗯，大师哥什么样？问谁呢？不是你们得自己师傅教你也得啊！我师傅教我们大师哥呀，好好的孝敬师爷，嗯，啊，尊敬师傅师娘。对了，带着师兄弟把这个剑门发扬光大，这是还剑门？这不是教我的吗？什么叫剑门呢？就我们这个门户啊，不是岳门吗？那不就郭门？我们剑门不是剑门吗？有风格呀，我师傅。你师傅什么风格？我师傅不好意思说。让我说。不是你不是你当徒弟有什么不好意思说？你都拜师你还怕什么？能说吗？说说说。那我小点声。啊，你师傅什么风格？贱。我师傅可贱了。你是不好意思吗？啊。真行着。还行。
啊，我比我师傅贵个一两分，也没贵哪儿去啊，也够贱的啊。啊，走上舞台呢，今天正式拜师了。啊，正式拜给我师傅，多好！哎，拜给岳云鹏啊。拜完师之后，我就火了，真的。我这纳了，这都什么？这都什么心理素质？拜完师就火了，凭什么呀？那我师傅火呀。你师傅不代表你们火，知道吗？你得跟你师傅学能耐。明白吗？对，师傅得教你本事，你自己努力再火啊！不是说拜完师就火了，凭什么呀？不是吗？不是啊。哦，你师傅教你能耐，教能耐了，教很多的能耐。你都学习什么呢？我学我师傅特别像。什么？我学我师傅特别像。你学你师傅特别像啊？我怎么瞧不出像啊？我不用学啊，我长得就像我师傅。你。喂，就你这模样，你长得像岳云鹏，岳云鹏死3年埋地里挖出来都比你胖，是吗？这不胡说八道吗？站着，哪点像啊你？确实像啊，不是你能模仿你师傅吗？模仿一个表情，你模仿你要学像也行。好，学一个表情。你师傅什么最好？你模仿一下我瞧瞧。嗯，表情。那你师傅那个表情包哈，我瞧瞧。啊。还有什么？哦，天哪！还有什么？妈，好尴尬呀！不是你师傅，这主要是你师傅长得就哪样，我说好看，是吗？这不算长处。来说学逗唱，这你能来吗？你师傅哪门最好，知道吗？唱。你是不是你师傅徒弟？是。你还犹豫什么呀？唱。唱。你能唱吗？能唱啊。你行，我师傅那唱我全会。你对，老话说得好，要想学得会，得跟师傅睡。你等会儿，我老去我师傅家，真的。不要胡说八道啊！不是你都会？都会啊。哦，对，全行。对。你哪个最好？最好的。哎，五环之歌行吗？我不唱那个，我听着都恶心。同感同感啊！我听那恶心。唱别的。别的行吗？你随便说一个。哎，你师傅那个小曲小调唱最好。嗯，你行吗？行啊。哎，送情郎行吗？送情郎行啊。你真会。我师傅晚上唱那个哄我睡觉。哟，真的，我是我师傅嘴对嘴教的。哟，那你应该会。嗯。哦。我觉得你应该学会了。啊。送情郎行。行啊，你唱着我听着。待会儿唱一送情郎啊，大伙儿闭着眼听。为什么闭着眼呢？体会这个意境。啊，闭眼一听，哎呀，啊，岳云鹏又活了。对，真的。合着现在死了是怎么了？不是收完徒就死吗？没听说过，那收徒是审判的那是。哦。没有，别胡说八道。你拜的是你，尊敬你师傅啊。给大伙儿唱一个。对，送情郎，好好唱啊，别你师傅露脸，好吗？谁喊好呢？哦，你告诉你听见什么了就好。真好，赶快唱。大伙儿等会儿唱一个。送情郎，对，你师傅的经典这。一步。啊。你师傅是掐着你脖子那时候。不是起高了。起高。正常一点。量力而行。嗯。量力而行，正常一点。一步叫你又来呀。二不叫你愁望，怎么样？不，这两句就啊，接着唱，你往下唱，你两一步，找一下调。一步叫你又来呀，二不叫你愁望，好吗？好归好，你往下唱。一步叫你又来呀，听这句，二步叫你愁望，好不好？你是不是不教完这两句你就睡了？不是吗？啊，你后边会不会你？会呀，会往下唱啊你！往下唱，听两句就睡了呢，我以为。该唱哪儿了？往后，往后。三。哎，对对对，唱三。一步叫你又来呀，二不叫你愁啊，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
小妹妹的兜兜啊，本是一个金锁链啊，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赌金钩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哟哟，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要疯啊你？不是我怕他们不悠悠。人家倒是准悠悠，刚张嘴给闭回去了一会儿。你师父洪渠教也这样啊？准悠悠？没有，你悠悠，观众悠悠、啊、你都放心就完了啊。从小妹妹开始那唱啊，一二三我都听烦了，我看。小妹妹送我的郎啊，还真爱悠悠。废话，你别管了，这往下唱，你这。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东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南呐，顺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西呀、啊，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啊，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又想起他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北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王大伯是北呀。停了。你师父可陪不少人睡过呀，就别往后唱了，就你看他腿为什么让桌子挡住了，我告诉你这词儿不怎么样，这不行吗？这么一听还行，还行吗？对，你是大师哥，你们后边还有几个师兄弟呢？还有两个，还有两个都不如我，你说这就没有当大师哥的样，得疼兄爱弟知道吗？来，把你师弟叫上，我好叫一个，你换一好的，你要唱还有点意思，其实还行，来一个，再来一个。嘿，岳云鹏这徒弟都精瘦精瘦的。岳云鹏徒弟，啊，对，是是是，愣杵子，有人给你送花的，赶快接去，快去，对，省得清明买了以后。关着，这也是岳云鹏徒弟这个，来，岳云鹏徒弟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徐小朵啊，徐小竹。徐小竹，你说清楚了啊。嗯，徐小竹，嗯，也是小字的哈。对呀、啊。哦，那你都会什么呀？我还要会什么？我师父岳云鹏，我今儿拜师我就火了，我在这儿，就哎，我下舞台我就火，信不信？不是，这都，你说这孩子都什么？拜着师就火，你凭什么火？我就问一句，凭什么？凭什么火？我有我师父的把柄。想知道吗，孩子？嗯，告诉我，我花钱捧红你，
想知道？嗯。啊，我问你啊，我师傅这半年火不火？你师傅这半年火了，火透了。忙不忙？忙啊，满世界巡演，对吧？啊，对呀、啊。就这么火啊？就这么不着家？是。我师娘啊，又怀孕了。一年一个啊，从来没见到过。哎呦，你看岳老师，你看生产工作两不误，你看。不是张嘴什么都是，我师娘又怀孕了。哎呦，又，这么着孩子打算？还有不是你先别乐，还有花，还有没有？再有就日子不对了。不是我刚才后台我师傅说了，怀孕这事儿说好了让我来说。你等会儿。那不，我师娘怀孕跟我你要点脸吧你们家这，跟我师傅没关系。哎不不，你什么意思？跟我师傅啊有一定的关系。废话，有没有关系？这就必须有关系。没有那么说的，你是吓我一身冷汗，周师傅。啊、我这最近都不敢在北京待，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你走路都走路都费劲。你看，这个，那这事儿也得跑。今天都是你先说，你试试，你上来你把他轰了去，我跟没聊完呢。是上台可能大家对我比较陌生。不太熟悉、啊、上台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介绍雁过留声、嗯、人过留名，甭管说的好与坏、嗯、哪怕是说的不好，扭头您出去骂街、啊、你得知道骂谁、啊、对了、啊、对吧，对这是实话，这会说话，你得知道骂谁骂谁。当然了，谁说的不好您骂谁，那是对不对？对，谁说的不好您骂 谁没错。那我来说，嗯，我呢嗯没有名字，说一说他。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缺德孩子，这都这个老师巨扛骂。你没谁巨扛骂呀，特别劲，怎么骂都没事，你不要脸。谁告诉你的？谁不要脸呢？就我师娘那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让什么？你找我算着账吗？你好家伙，你甭来这套，我告诉你啊。那怎么的？谁是还算账的？还得是你先等会儿。好好的啊，说自己名字哈。今儿你拜师是？今天我们拜师要做一个自我介绍。嗯，我叫尚小菊。对，德云社的一个。不是，一听这名就知道你会的多、哎嗯、有大哥懂我，是吗？那好名字，仿佛他感觉到了一样。那是你董哥啊。这个我叫尚小菊，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对了，小学员。嗯，没有什么名气。你是岳云鹏的几徒弟？啊，我是老二啊，老二。行二。是、哦、二，真的跟老师傅这么些说相声、嗯、名气很差啊、哦、大家也不认识我，站在舞台上也不值一提啊，不值一提、嗯、还不值一提。是，主要介绍一下这位老师。也不甭介绍这位老师、啊、不值一提。那是提不起来你，我提溜死你，我提不起。那不值一提，不是。这老师姓孙。哎，对对，不用介绍我。孙，我们都今天都是小字课拜师嘛。哎，小字辈儿。大师哥刘晓婷，嗯，刚才下一那个徐小竹。对对对。啊，孙小孙。你等会儿呢。我没辈儿了，我还孙小孙，我还得。你这么不会起名字呢？没有，跟我没跟我没关系。小字儿吗？没，凭什么有小字儿啊？我们管郭老师，咱们都叫师爷。谁怎么都我凭什么叫师爷？你看什么？你看我急了吗？你应该的，你是不急你？是你老那么激动干什么？废话，我没辈儿了，合着我。你那么胖，哎呦，一说话抖，你抖什么呀你？废话，我不抖，我辈儿下去了，知道吗？是你别着急，今儿不会聊天了，这孩子。我说话不？你说对了。是，现在在德云社这个大家庭，确实感觉很。不，你要死啊你啊你！废话，这不是你个捧哏的，你有什么情绪反应？你有？我捧哏的怎么了？你这话你说的不对呢？你怎么着？你感觉自己？你家大人就那样，我就不理了。那家出一孩子还这德行，我告诉你。台上撅个嘴，怎么感觉自己萌萌哒呀？你感觉自己，
我多的说这句了你啊。这你别这有什么情况。你这上你的你甭搭着我。确实不错优秀捧哏在我心中第一名。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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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这这甭说这没用没用。捧哏捧得好。这这这这这行行行。行不吃这一套。不吃甭这一套。说你自己。这确实就是这样在德云社这个大家庭。德云社现在也是真的。德云社现在也是越来越好。啊我们在这大家庭我们感觉确实很幸福。啊每天真的是。如火如茶的这么一直发扬光大。你用一什么成语？你可能没上过学啊。这个如火如茶的把德云社越来越好发扬。如火如茶，那对吗？那对吗？不是我有啊。谁告诉你们对了？什么问题？有错字那里头知道吗？哪个错字？如字错，不是如字。没事气糊涂了叫如火如荼如火如荼实际来说确实越来越好对对你看分社也越来越多北京有郭老师开的分社特别多比如说北京就有四家、啊、北京四家北京四家有这个广德楼分社对、啊、还是吧有湖广会馆分社、啊、有哎三里屯分社有还有天桥德云社分社咱连总部都没有了哦有天桥算分社了天桥德云社那是我们的旗舰店哎旗舰店、啊、旗舰店那儿的货比较全那是就那的人才比较多、哎、对那儿的人货比较多这是北京是往东北东北也有两家有两家啊有这个哈尔滨分社啊这有还有我们要即将开业的长春分社年底要开长春这是北边对对南边也有南方咱们也去了南边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南京分社这开了好些年了是不是对对对还有郭老师在秘密筹备的东莞分社、是东莞啊、是东莞分社我是一定要去的你等会儿啊就是那儿的姑娘需要我你等会儿你等过去以后我就把身份证撅了你干嘛撅身份证、身份证因为我就不出门了不出门我就常住那儿以后、哦、哎呦在东莞分社开心你开心，比较中，不是，怎么了？我在纳闷，这么大点孩子，张嘴闭嘴，东什么东莞？你别装的跟没去过似的。我什么叫别装着跟没去过似的？我就没去过。不是你想说什么东莞分社？废话，你这孩子这么大点孩子，站台上说这个，这么些观众呢，舔着个脸，东莞，多大孩子？臭不要脸的样我告诉你那个缺粮活的吗我还想去给我捧哏对我躲开北京主要是我介绍这些啊是因为什 么,、啊、什么因为说真的是德云社越开越多就是天南海北都有对咱们有澳洲我们也得开对吧对对对对咱们也是有好处的有好处比如说开这么多分社作为我们来说工资挣的就会很多、啊哎、啊，对对，我们这个劳务就会多一点。劳务很，既然聊到这儿了，咱聊一聊这个话题。聊什么？就是你一个月能够挣到多少钱？不是，哎，这你看，不是，啊，你现在也火呀？不是，不是，这哎呀，就是太敏感了，你这话题说的。不是，你看我们大家想不想知道？聊一聊。这，反正你问到这儿了，哪说哪了啊？是。你别外边传去啊！就是近半年，就是你想，就是我们不是说近半年，就一个月，就你死工一个月能够在德云社拿到多少钱？就这一个月啊，就这最近这一个月，就是因为小圆子去的少了，是，就是连演不演，一个月就是不到2万块钱吧。我的天哪！你这多少钱？不到2万块钱，不到2万，嗯，具体点3000，多少？3000，3000，嗯，一个月能够达到3000块钱，就连演不演嘛？你甭跟我说那个，嗯，确定吗？嗯，一个月3000，确定吗？啊，就上个月开的嘛，嗯，怎么了？我他妈怎么拿了1500呢？哎！我看今儿后台见血，知道吗？你不是，你拿多少钱？1500啊！啊不不，
你这不刚拜师刚转正吗？没准下回就给你调着呢。刚才聊的钱挺开心的。哎，这是没什么呀。他聊的钱不太开心。还年轻。但是啊，钱财真的是身外之物。哎呦，有钱并不能代表什么。是啊。对不对？钱多的人不一定快乐，钱多的人不一定开心。我们德云社的班主，郭德纲郭老师，钱多不多？多多多。多不多？他快乐，他不，他怎么能不快乐？我换个人，你瞧你这例子举的。我换个人，你换个比喻。于老师啊，于谦，钱多不多？啊，他快，他更快乐。你瞧这俩例子举的。但是啊，啊，他不自由。怎么不？咱就说郭老师，我们师爷郭老师，嗯，钱多啊，嗯，一宿好几百万。你等会儿，你看，真的，你们挣钱那是论宿的呀。他录节目，他太忙，他白天录都是人，就在晚上录节目。啊，这一期一期，一宿好几百万。你问问他，他快乐吗？他自由吗？他的生活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是吗？今天签了合同，白纸黑字儿，他去不去？哦，他得去，他必须得去。合同管着，不去就算违约，那还得罚钱呢。不快乐，不快乐，不开心了。是啊，拿我来说，你怎么？我一个月就挣一千五，啊，嗯，但是我不骄傲。哟，是不是？你有骄傲的资本没？是，虽说我挣千五，但是我很快乐。你怎么还快乐呢？因为我没有办法。合着没办法呀，自己解心宽嘛。这快不快乐都是一千五。哎，这行行行，孩子，没有人会管我的死活。哎，这孩子你放心，你快乐吗？挣三千是不是很快乐？你分我一千五可以吗？那我就不快乐了，是不是就那么现实？那废话，对，咱别说以后啊，你这日子还长着呢，是会挣大钱。实际站在舞台上做一个演员，提前真的是太俗了。对对，我们是真的说相声，真的不是为了钱，这不是为了艺术。哎，对对对，挣一千五的都这么说，这是个说辞，这是。你甭说这个啊，正格的，因为你们拜师，你像你在那个你大师哥站着还唱一送情郎呢，你有什么才艺，你展示展示。我学我师傅一学，你学你师傅。这些都不算什么。这是你师傅中风以后是吗？我说在家犯病就这样。哎，对，好着，这都不算什么。嗯，我学我师傅最经典的什么呀？我哎，当大家只要说出来，就证明我学的是我师傅。是啊，你都得给我鼓掌啊！你说着我还得给你鼓掌。对了，我一听就是你师傅。就是我师傅。我那么不信呢，我酝酿一下。你来，我听听，你能说什么？我说啊，学我师傅，看大家像不像？嗯，如果像的话，来点尖叫声。还在尖叫着。等会儿，还没到呢。男的还有尖叫声呢。我去啊！嗯，我还得给你鼓掌，凭什么去？打死你个鳖孙！鼓掌！我凭什么鼓掌？我跑这骂街来了，像话吗？这事啊，这都不算。你来这真能的好的。真正来真能的。啊，嗯。就我带着呢。还什么呢？啊，就这个，嗯，这叫快板儿。对，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我曾经在家练过一段时间，练过一段。有一天，我师傅去我家，云鹏，嗯，啊，我师傅去我家，我师傅说：“宝贝儿，嗯，别练了，还宝贝儿还听师傅的。嗯”师傅说相声那么多年，台上打过几次快板儿，嗯，没有用，没用，别练了。是，我听我师傅说的准没错。那是这个东西，我就放下了，嗯，没有再练过。是，啊。有一天，搁家了，这对呀、啊哦，我听话嘛，哦、是不是？有一天我去我师傅家，发现我师傅在家正练着呢。哦、你师爷也是这么告诉你师傅的，嗯。俩鸡贼，你看没有？还俩鸡贼，隐隐约约这个东西还是有用。知道这个叫什么？哎、这数来宝，不要饭用的吗？你说什么？要饭用的吗？是不是过去？大家你看一看，这个演员满嘴喷粪，往台上一站，我什么？满嘴喷粪。哎呦，我要是能喷粪，你早长个儿了。不是你说什么？我能喷粪，你早长个儿了。好，好极了啊！当着大家，你喷个粪，我长个个儿。你怎么比你师傅还无赖呢？你像话？你喷粪，我早长个了。你没有这么说的，你哪有这么说话的？这个东西啊，嗯，不叫数来宝，嗯，没有错。对啊。但是啊，请各位记住了，嗯，数来宝的不要饭。哦，不要饭了。不要饭。嗯。要钱。要钱干嘛呀？买饭吃。这不一样吗？
这不一样吗？他不一样，要饭给什么吃什么，要钱是吃什么买的嘛。哦，今天我唱一个，唱一个啊。这个快板分三个门派，哦、王高礼，对对对，这是他们的姓氏，是分别王派的创始人叫王凤山，是高派的创始人叫高凤山，哎，没错，李派的创始人叫李凤山，对，没听说过，这叫什么都凤山像话吗？那李润杰，哦，后来怕乱改润杰了，这改的呀。这个快板。嗯，我唱一段，好，你看看是什么？你来好的，我这是个大段，还大段。我唱的这一段 啊，曾经三个老先生给我堵胡同口，快打死我了，快打死我。这段我没有告诉他叫什么，都不知道。是一个大段。哎呦，你独有的。听听开场板。哦，大段。开场。还开场板还。听见了吗？我有钥匙掉了呢。能响，啊，好好来啊。啊开场板。啊啊该鼓就鼓，没事啊。真随他师傅，我告诉你。哎呦我的！你还有杂技的老师是吧？知道这叫什么？什么呀？失误。你师傅收你可能是个失误，现在。来，来大段的，我听听。山上有两间房，我这个大段就那么长，谢谢。哎，等会儿，过来，过来，骗子，这是个两句叫大段啊？你师父这么教你的？又有情绪了？废话，又有情绪。我没想到他师父这徒弟也这德行。别生气了，别生气了。今天我拿快板什么目的？什么目的？不是说上来我才艺展示。干嘛？都是为了您呐。你干嘛？你给我要饭去是怎么着？昨晚上我师父交代我了。昨晚上我师父哄完我师哥睡觉，上。哎，这嗨，家里有这流程，我告诉你。过来跟我聊天。嗯。说，宝贝儿。我宝贝儿啊。明天那什么，你帮师父，帮师父个忙啊。干嘛？明天你跟孙老师演出的时候，你帮师父感谢一下孙老师。啊，感谢孙老师这么多年对我的陪伴，啊，没有他我也可能走得更快一点，但是太沉了，还是要感谢人家。师傅虽说是台上见不多说，但是台底下说不出这些话。面子薄，脸儿大，面子薄。你帮师傅感谢一下孙老师。我师傅我不行，我嘴笨没关系，唱快板用快板的方式感谢孙老师。我说我没词儿。师傅给你写，师傅给你写好词儿，我都写好了。我们俩琢磨一宿啊，真是琢磨一宿，把词儿写到纸上，一行一行，我背了一宿，绝对不能说，就是为了感谢您。今天上来唱快板，我才拿上这块板，平时我都不唱。我真的这有点惊喜了，就不要惊喜，真的是死。我有点承受不了，就你别，你要死这儿，我就不唱了，没关系，真的。我还没听见呢，我就得死这儿我。真的，我今天就是为了唱这段来感谢你。那你感情特别棒，特别棒。我听听，您编一宿的词儿啊？编一宿。那词儿写在纸上了，我背了一宿，滚瓜乱熟，知道吗？哎呦，我的天，好些怎么没人夸我了？我天哪！唱。说，走上台。你等会儿。怎么了？干嘛？您这叫滚瓜烂熟啊！这用背一宿啊？就头一句，就头一句不熟啊，就头一句不熟。怎么头一句七个字有仨拼音呢？怎么还有？是，我是这字儿，我们确实想写上。我们查了一宿字典，没找着这仨字儿。不是，你们就一句啊？这没找着。哦，就想起一句，后头都不会忘了。哦，对，一句对。给打墙啊，这头这汉语拼音什么没敲出来，喂。走上台来叮铃咣当。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叫什么词儿，这叫什么叫滴滴的咣当啊，这。形容你那么飘逸。那么洒脱，那么轻盈自在，叮铃咣当就上来了。形容你。我洒脱就是叮铃咣当。一种很接地气的那种感情的表达。啊，真的，我们查一宿，这是好词儿哈。对，
你往主要就折口找这个落在当上。我说叮了咣当是拼音呢，没有这字儿可能都。叮了咣当什么词儿？走上台来比了芒当。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嘿嘿嘿嘿，你不一样呢，后边还。不是你注重这些细节有意思吗？我不说主要落在当上吗？主要落在当上。主要落在什么上面？当上面。那词儿得多骚气。哦，落在当根上。走上台来，咯楞咣当。还倒听还有点。折口对吧？啊，对对对，你往后边，我听的什么折口啊？今天岳云鹏收徒弟。这哪有折口？我替我师父夸夸你。一句一个折，你看看。说，我这个演员爱放屁。你给我转转躲开。就没正词儿，你看了吗？你不是夸我的事，你放屁吗？你就推我。你不是夸我，你放什么屁？糟践我呢？上台先糟践我，让大家开心，完事后头成本大套的夸你吗？现在糟践老是糟践你，多没意思！我上来我就有时候赎罪，知道吗？你知道吗？哪你就推了我一下啊！就上来先糟践你，观众一乐以后都是夸我的，对吧？先唱我是不是？我师傅说先唱我，唱完你抛砖引玉，引出孙老师。就是没有我哪来的孙老师？他我介绍的很清楚。哎，孩子，你有点占便宜的嫌疑。不是，你不要打。最后结束语，谢谢你。最后都是。最后一句就最后一句就是谢谢。对啊，来啊，我听着。我从头唱了啊，从头唱。你说的记得住吗？没问题。这句怎么？走上台来，走上台来，当当当。我打着铁来的我。今天岳云鹏收徒弟，我替我师父夸夸你。真瓷实的词。说。我这个演员爱放屁，我这个屁是个奇迹，一屁蹦出个捧哏帝，谢谢你。玩去。谢谢，这个花特别好，里边全是鸡腿儿。那叫花吗？好，还真是，都是鸡腿儿，你别吃啊。这哪炸鸡店的？谢谢谢谢，感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我们又一次来到这个民族宫剧场来给大伙儿演出。我记得上一次来这儿，是我经纪人卖书。他出了一本书叫《亲口说》，那是一次最早是个专场，《亲口说》，然后再往前倒就是我的专场。对，我第一次做相声专场就是在这儿，就民族宫。我记得那会儿多少年前了？五六年前了。五年前吧。五年前了。五年前我都红了吗？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啊，不是。你这坚持五年了，什么时候败呀？这是。五年前我在这儿做。第一个相声专场我记得很清楚，对，现在网上可以看得到。那有一个版本叫当行论，对，当行论的版本还错了，点击率特别高，就因为台上说错了那版啊，没关系，都过去了，因为我也不往心里去啊。那是，对，不管怎么样，反正票是不能退了。废话，都五年了。还退什么呢？还要脸不要脸？要退票？那天你来了吗？有五年前来过的吗？真有啊！那天专场你也在啊？哇！你们都坚持五年了，真是！都找我五年了。好好找吗？我那怎么办？退票吗？坚决不退，坚决不退，因为那波演出商找不着了。不可能退票啊，因为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各位想怎么样都行，就是不退票啊。
现在的观众都这么赤裸裸了吗？都，而且是个大姑娘，张嘴陪睡，我的天哪，倒是很刺激。来，我看你长什么样，来，我看。腿还挺白的，我近视眼，我看看不清，离近了看，一个大老爷们儿干嘛呀？别闹啊！真是的，那姑娘腿还挺白，真的。我这么着都看见了。我近视眼，我看不清，长得还行，长得还行，嗯，晚上陪我吧。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录像，哇，这么多录像呢，快出事了，都把手机关了啊，容易出事。说点正事，说点正事啊，我们俩就第二场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钢丝节是吧？钢丝节，对，钢丝节已经几年了？七年了。钢丝节，这是我师父的节日，嗯，我们很开心能够参与其中，今天又是一个拜师的一个日子，在岳云鹏收徒弟啊，我跟小栾我们收徒弟了，我们也向前迈了一步，是，这几个小孩们也向前迈了一步，人丁兴旺。昨天半夜我写了一篇微博，那篇微博写了没多久，然后就发出去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错别字啊什么的，有没有阴阳顿挫不对的，什么什么标点符号不对的，反正天都快亮了，我写完。总觉得是一个好日子，嗯，好日子呢，我们俩给大伙儿是说一个是唱一个呀，随便。刚才 我们俩的时间是让后边准备拜师，哎，知道吧？说一个，跳一个，唱一个，还有亲一个，是吧？脱一个，师傅你来吧，我顶不住了。让你拖呢，拖一个，来来来，没有，主要是看你啊。说一个小段啊，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聊聊事儿。说个谁的事儿呢？嗯，孙老师的事儿。爸爸，这后台这么些人的，说谁不行啊？嗯，不行，说他们不行。孙老师还有我们后台几个演员，高峰啊、栾云平、侯震和他。哦，今儿都在呢。他们四个人在一个学校上过学。这倒是。北京市智障二中，这是。这是他们的母校，没听说过。我智障还二中，哪还有一中啊？当然有一中了，你大哥。你大哥。你大哥一中一霸。智障一中。对。一中一霸。对。那不傻子头吗？就是他比别人傻的厉害。哎，这好，傻的不要命那叫。哎，在一个学校上过学。嗯。在一个班。哦，还在一个宿舍住着，还住校？当然了，嗯嗯，老师呢非常的负责任，是啊，经常去检查教室啊，嗯，检查宿舍呀，是，看看有没有谈恋爱的，就那智商谈什么恋爱？也有女傻子呀。我说我见过你吧，嗯，也有女傻子嘛，那看有没有喝酒的，有没有抽烟的？哦，不让。对呀，嗯，经常去检查，有一次检查宿舍，发现宿舍呢有烟味儿。就我们这宿舍不行，这一定要杜绝他们。没有是抽烟的，要不然对不起人家长。那是。老师呢？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嗯，在办公桌上放了一包薯条。薯条。把他们几个挨个喊过来。嗯。高峰，进来。高老师。老师好。嗯。怎么了，老师？有事您告诉我。哎呦。我去给您办，我跑腿跑得特别快。就老高。高峰。嗯。你抽烟了吗？抽吗？老师，我不会抽烟。不会。真的不会抽烟。好，奖励你。奖励。来个薯条吃。啊，谢谢老师。这哎，你这吃薯条这么加？吃薯条有这么吃的吗？对，明显抽烟呢。这一试就试出来了。高峰，嗯，抽烟了吧？抽了。臭不要脸！哎呦，弄死你就得了。嚯，滚蛋！谢谢老师。这学校不一定谁有毛病，我告诉你。出去了。嗯，赶紧传授经验，告诉我们，告诉那几个同学。是第二个进来的谁呀？小栾。哦，他们一场。栾平，进来。小栾，老师好。嗯，怎么了，老师？有事您告诉我，我去给您办。啊，我跑腿跑得特别快。词儿都一样。小栾，你抽烟了吗？抽吗？什么？他没听见。抽烟？啊，我哪会抽烟呢，老师？哦，不会。我在三年级当三好学生已经六年了。
哟，您这九年用完了都。我不会抽烟呢。好家伙，量你也不会。哎呀，奖励你，是来个薯条吃，还是这招。谢谢老师。嗯，嘿，聪明啊。哎，他拿了一个，知道捏着一根，这么拿。老师一瞧，这还不错啊。是，就来一个吗？怎么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嘞。对了，好嘞。搁下，搁下。别烟卷呢这。薯条有别这样的吗？哎呀，明显抽烟呢。是啊。小栾。小栾。抽烟了的吧？抽了。臭不要脸，弄死你就得了。哎呀，还想收徒弟，滚滚滚蛋。这句是老师说的。谢老师。也出去了。出去了。赶紧传授经验。是，告诉那两个同学，我跟侯震。第三个进来的侯震。侯老师，老师好。怎么了老师？有什么您告诉我，去给您办。老师，我跑腿跑得特别快。老师怎么了？老师，老师有什么事跟我说。老师，老师，老师，碎嘴猴的是吗？我他妈喊你了吗？冒场了。啊，这还有冒场呢。老师，我以为该我了。老师，该你了。怎么了老师？我瞧你最近气色不好啊。怎么敷面膜啊？面波比水敷面膜啊？怎么哪儿喝点红酒，德云红酒，这多好啊。全是套路这个。听说你们家电视坏了是不是？电视你排什么牌子？什么牌子？不行不行，我们家楼下有修电视，一会儿就能修好，分分钟分钟的，这儿给您搬过来。怎么了？哎呦哎呦哎呦，你哪那么多废话？对呀。你抽烟了吗？抽吗？老师，我怎么会抽烟？我不会抽烟。老师，我不会抽烟，真的不会抽烟，真的不会抽烟，真的不会抽烟。老师，哎呀，因为什么？因为我这嘴没有功夫抽烟。老师，嗨，全说话用。真的真的，老师，你看我这牙是黑的，其实都是晒的。那就好，死不闭嘴。不会抽烟呢。哎呀，行，奖励你。还是这招，来个薯条，找分抓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真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嘴太碎，拿了一个，这都教会了，就拿一个吗？嗯，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嘞，看侯震，搁嘴里，哎，吃了，聪明。老师一瞧，这还不错啊。是是是，别干吃啊。怎么呢？蘸点酱。哦，番茄酱。好嘞，蘸多了。蘸多了。哦，对，嚯，单手点烟灰呢，这明显抽烟呢，老手啊。侯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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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抽烟了？你是不是抽烟？你是不是抽烟了？臭不要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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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死吧你！去死吧你！去死吧你！滚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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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蛋！我气色特别好，我不用敷面膜，我不用敷面膜，你知道吗？我们家电视也没有坏，看得好着呢，好着呢，什么台都有，什么台都有。滚蛋！老师也碎嘴子。谢谢老师，谢谢。轰出去了，该他了，该我了。孙悦，嗯，进来。该我了。老师。我进不去。先有的我后盖的学校是吧？你要这么想我不抬杠啊。那是我住到死人墓里了吧。你怎么进不来呢这孩子。嗯，先把肚子伸过来。肚子先挪进去。老师啊，那也不行，实在是进不去。我是傻子，这怎么正常聊天？我干嘛呢？我这好，我来帮你，我来帮你。好好好，先迈左腿，哎，好嘞，哎，左腿，再迈后腿，好，后腿，你才有后腿，你知道吗？左腿后腿吗？左腿右腿，左腿后腿，我三蹦子，我是个，我天哪，太神奇了，好。先迈左腿，再迈后腿，哎，好，哎、肚子，哎，好，蹭，哎，没蹭，蹭过来，好嘞，好，哎、进来了吗？进来了吗？嗯，老师，嗯，我怎么出去呢？等拆迁吧。你就死我这儿吧，好不好？没听错过。你会抽烟吗？啊、嗯，老师，嗯，我不会抽。烟，我跟侯震是俩极端，你看。真的，别废话啊，亮你也不会，是你这么可爱。你再说一遍。这这这这这这这，好些日子没人夸我了。去死吧你！来来个薯条吃啊！谢谢老师。我那么讨厌我自己、啊。你他妈干嘛偷东西吧？要
可是我不饿。没问你饿不饿，你不饿也不行。对，不饿也得吃，是奖励你的啊。来一个，来一个，好吧，嗯，就来了一个。都教会，来了一个，就拿一个吗？啊，再来一个，还是这招。嗯嗯嗯，来搁嘴里吃了，蘸点酱啊。又来了啊。好嘞。对，蘸多了。蘸多了。哦，看，知道蹭蹭，知道蹭蹭，试试。老师一瞧，这可能是真傻。对，这，嗨嗨嗨嗨。真不会，真傻，像话。这可能是真不会。是是是。就这会儿，老师大喊了一句：“喊什么呀？”校长来了啊！再看他，我这还不会呢。谢谢大家，深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看德云社的演出。首先，请您欣赏相声《口吐莲花》，表演者张九龄、王九龙。哎，谢谢您啊！深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特别的开心，哎，啊，跟着我们师傅还有于大爷来到深圳给您各位说相声，是沾上德云社的专场啊，嗯，我认为就是火爆二字，没错。要再有师傅和于老师二位助阵呢，那就属于是火爆非凡。嗯，我们这个属于是助演的演员，哎，开场上来呢也得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哎，应该做一个说明，为的是让您呢能认识我们。是的，张九龄、王九龙，哎，我们哥俩啊，没有鼓掌的是吧？哎呦。谢谢谢谢，因为我们心里知道 啊观众都在陆续的进场，不着急聊个天啊，找个地儿啊，不着急。哎，您各位呢慢慢的听，我们哥俩慢慢的说，是一会儿才会出现这个包袱和笑料。嗯嗯，其实我们哥俩对于深圳的演出特别的重视。哦，啊，不骗您啊朋友们啊，为了这场演出早起呢我还特意上寺庙给我这个嘴开了个光。对了，不不，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嗯，这个嘴怎么开光？哎，反正我就通过一加持吧。啊，现在可以做到一点。什么？说什么灵什么，是这样吗？不信咱就试试啊。哦，今儿听我们哥俩这段相声，您要是鼓掌的朋友怎么样，下半年发财100万。哦，这还没完呢朋友们。哦，还有，哎，要是热烈鼓掌的500万。哇，真不错呀。您要连鼓掌带叫好的，发财1000万。好好，通过您这掌声我看出来了。看出什么来了？咱们深圳的财迷不少。哎，别胡说八道，年轻演员上来说两句吉祥话呢，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是，其实各位朋友们，掌声应该送给人家王九龙啊。为什么给我呀？因为我们哥俩都在这儿说相声。嗯，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不是，身份有什么区别吗？我在这儿说相声，我感谢谁呀？谁呀？我们师傅郭德纲郭老师。都一样，那是我的授业老恩师。嗯嗯，我们爷俩什么关系呢？什么关系？师徒。哦，师徒关系。您能一样吗？啊，我也一样。来到深圳还不跟父老乡亲说实话？说什么呀？他这刨去师徒 啊他跟我师傅是亲戚，对不对？你提这干嘛？亲戚，确实是有点血缘关系。啊，有血缘关系啊？什么关系啊？邻居。对了，因为这种东西它就属于是，哎呀，它有优势。不不不不不，邻居像话吗？怎么了？不是，师傅跟邻居能有血缘关系吗？你还不了解师傅吗？哎啊，你呀，啊，真的，你怎么？
你是不打算干了是吧？我没不准备干，那叫什么？我总结不出来。那叫生舅关系。生舅关系。生舅。王九龙是郭老师的舅舅。哎，对，没有。干什么？我是他舅舅。那是怎么着？您说是个头吧？您说是？那是到底是什么关系？他是我舅舅，您是人家的外甥。对。但是在这个后台呢，人家九龙不止这关系，哎，不仰仗。说相声真才实学，哎，往这一站，您各位，您看多好的形象啊！好什么呀？个儿也高啊啊！小伙子1.9米，哎，差不多。这个台上我们大褂不显着，哦，不显个儿。到了台底下，男模的身材呀，朋友们，您捧了，真是精神啊！腿长啊，腿稍微腿长，真的快。错，太过分了，啊，错了啊！我们不能把师傅准备的节目给泄露了啊！腿，别着急，别着急，男模身材，哎呦，这腿长的奔1米，大长腿吧？啊，腿稍微长一点，哎，就是到这儿，您看这一件穿牛仔裤，优势多棒啊！谁呀？您呀，腿不得到这儿吗？多精神呀！没有，没有，我腿在这儿呢。我腿在这儿呢。你腿在哪儿？腿稍微长一点。你腿在这儿？哎，腿在这儿。那这是你肚脐眼吗？这个？我肚脐眼还是粉的。你打这儿就开始分叉。哎，啊，这儿就分叉。啊，对对对。那前两年我们戴口罩，你是不是勒裤衩子就出门了？哪有从这儿分叉的呀，兄弟？别胡说八道啊！我就说您腿长。哎，腿稍微长一点。哎，长得也精神。啊，白，比较白。相声滚。哎，我招你了。相声说的也好，一般，乐意跟您在一块儿合作啊？是吗？我们上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得给您逗乐了，人家大伙儿图的就是这个，这也是我们后台的规矩。规矩？德云社有这规矩。嗯，上台逗不乐观众，到后台就枪毙。对，不至于吧？真的逗不乐您，到后台就枪毙。是啊，所以为了我们哥俩，我们还年轻啊，我们不希望蛇在深圳。哎，对啊，什么叫蛇在深圳？就是不可乐，您也乐，也得乐。如果今天实在不乐，爱乐不乐吧？啊，就不乐。下礼拜的今天呢，是我们哥俩的头七。哎，嚯，好吧，谢谢您吧。哎，谢谢深圳的观众吧，特别的高兴能站在台上给您各位说相声，美的哈。而且我认为各位相声演员现在要求越来越高。哦，是啊，不能光会说相声了啊，那不成了，得做到多才多艺。哎，就什么都得会。哎，因为过去相声叫什么呢？嗯，叫曲艺。没错，曲艺叫十样杂耍。嗯嗯，耍弹变练，说学逗唱，什么都有，哪门弄好都不容易。是，哎，变您能行吗？变啊，变个魔术什么的，我差点儿，不行是吧？嗯，我给你来一个，你好不好？你会变魔术，我给你来一个。嚯，嗯，这好多年没练过了啊，今儿给深圳的观众露一手啊，今儿高兴。你可以配合我，我不会呀，这是一个近景魔术，你可以试试。不是观众看得见吗？人咱这不有这个大屏幕吗？看得见你吗？我说看得见啊，看得见，这有灯，不有大屏幕吗？好好好，你这样，你把俩手伸出来，啊，俩手伸出来，哎，掌心冲外。掌心冲怎么来？掌心冲外，这样。哎，这手放这儿，啊，这手这样，啊，交叉。哎，啊，你攥好了，啊，你攥好了，啊，我攥住了，攥好了，啊啊，来啊，啊，3、2、1，走。我试试啊，3、2、1。神奇吗？你怎么来的呀？神奇吗？不是神奇，再来一回，再来，拿手心这。我学。哎，那就这样。攥上。哦，我攥上了。你攥好了。我攥好了。我攥好了。3、2、1，走。我找着诀窍了。什么诀窍？你跺脚了。对。你跺脚了。我找这回就行了。他跺脚了，你知道刚才我没跺脚。3、2、1。服吗？哎，不是，我站你这试试，我站你这试试。服不服？哎，不是你怎么来呢？哎，再来一回，再来一回。怎么回事？这是啊，在这啊，这啊是。你攥好了。不，你来，你别说我，你来。不是，你看你的。我，你来，你来一个，你别教我啊。你这样啊啊，这样啊，这啊，对，攥好了，攥好，来。你看，你也来配合我。不，我看你，来，你变，来，鼓鼓掌，来，怎么样？哎，来，别动啊，来，举，来，我看看，来，
来，来呀、啊！你看那边，哪边？走！你这不服不行，对不对？不，你别让我看那边，看哪边？不是，你这站住了，来，来来来、啊，你还老不服我？等会儿，来来来，好，就这儿啊！对对，这样，来来来来，来看看那边，我不看。你看看，我不看，我求求你了，你看看，求我。行了行了，有劲吗？怎么了？您这不骗人吗？您这不，我跟您开个玩笑，这叫什么魔术啊？这叫我跟您开个玩笑，谁跟你闹了？正经会点东西。你会什么东西？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是传统的曲艺啊，这倒是不假。咱们中国过去传统就是什么呢？啊，戏法儿，我讲究变戏法。哎，他们也穿这个长衫，跟咱们一样，但是我们是大褂儿哦，他们叫夹袍。夹袍就是里边有夹层，是您看那个舞台上的形式，嗯，他拿这手绢，他们行话叫袜单呀，袜单拿这个一挡，各位没有多神奇哦，拿着一挡就从这夹层里掏出来了，就能变出来。您记着一点，变什么身上就带什么。那他们怎么来的呀？比如说夸拿着一挡，嗯，这夸从这夹层里蹬出一个小兔子来，见没见过？我见过。哎，蹬一小兔子哦，拿这个一挡，夸蹬出一帽子来，哦，藏一帽子，哎，蹬出个和平鸽来，哦，拿着一挡，夸，弄出一鱼缸来，鱼缸，鱼缸是空的，没有关系，哗，满了，对了，满了，有点恶心，有点恶心，就是他们变什么身上就带什么，还真新鲜。您要再见这个，您别觉得他们多神奇，哦，这个我就会，不不不，你会，我太会了，那太好了。今儿来一趟深圳咱也不容易，是多远的道呢？当着深圳的父老您变一个呀，啊，是不是？咱别光说，不是朋友们啊，我的前提说得好，是变什么得带什么，都藏着。我这说相声我没准备，什么都没带呀。你瞧，我跟您这么说啊，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您有能耐。我没准备，你随便呀、啊，你来呀、啊！不不不，去随便来呀、啊！我没准备、啊。那我们不管，都说到这儿了，那这，来一回，来一个，是不是？哎，我没准备，我怕玩砸了。玩不砸，你还在乎这个？那我给您讲讲这流程啊。什么流程？这叫袜子啊，袜子，袜子面上没戏法，嗯，袜子里边藏不住。哦，这袜子往手上一扑，说声开，这就变出来了。哪儿呢？葫芦娃隐身，笑话吗？正经变一个，一会儿就这流程啊！对对，来，我没带。那我们不管，嗯，这不这台上撅人吗？就考验您了。袜子面上没戏法，没有。袜子里边藏不住，是。这袜子往地上一扑，嗯，说声开。行了行了，哎呦，行了，还真不错啊，变成一只鞋来。嗯，谁的这是？你的是大哥你。哎哎哎哎哎，别扔啊你！像话吗？您那扔了，我这没得穿了。哎、我这，您这变鞋呢？这都属于跟您开个玩笑。我也能变，比你那还大呢。像话吗？要没点正经玩意儿，敢在这儿登台表演吗？你有正经玩意儿吗？正经拜师学过的啊，有师承，我独会的。哎呦，口吐莲花，那您给解释解释，什么叫狗吐莲花呀？不是狗吐，我吐啊。对，是。对你说的狗吐莲花吗？不是，是口吐莲花。好，我听错了啊，口吐莲花。口吐莲花什么意思呢？我不是吓唬您啊，嗯，同着这个父老乡亲们哦，你给我拿过一杯水来，哎，咕咚咕咚，我能给它喝喽、啊。吓死我了。什么玩意儿？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拿过一杯水给它喝了。有毛病。你要这么说，哎。你拿过一张饼来，我康昌康昌，我能给他吃了呢。我光喝吗？怎么着？我光喝吗？你说，喝完我还吐出来，纯属枪火。我光吃吗？我光吃吗？吃完我
了，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对，出来也不是饼了，对，就跟你一个色儿，我吐出来，我一较劲，我还敢喝回去。我这人不爱较劲，我不爱较劲。您能不能别捣乱？这不一个意思。您让我把这戏法流程说全了呀。那你说，您同着各位拿过水啊？我一喝下去，骑马蹲裆式站好了，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我吐出一水晶球来。吐球啊？你才祖马呢！水晶球，这个水晶球绕着剧场刷刷刷转三圈，哎呦，最后就停在这个位置啊，正当价。水晶球缓缓地展开，变成一朵水莲花。哎呦，水莲花上站一中年男子，是穿着一个中式的服装，还跟您各位问好呢。说什么呀？鲜花吗？鲜花吗？鲜花吗？侯震啊，我不知这是不是侯震，反正我能吐出来。您这都鲜花吗？鲜花吗？大脑袋那个是吧？对对对。哦，您拉得出来吗？我够呛。哎，所以我会的，口吐莲花。我得攒三天。你净跟我这捣乱。行行行，不是，那这您正经会，您来了这个啊，想看吗，朋友们？各位，咱鼓掌，咱来一个，您来一个，那正经来一个，这个。来来来来来。哎，好。多热情啊！才发现阿鹏哈，那个我一看二楼的观众不想看是吧？我边上的观众，二楼的观众有掌声吗？都想看，真好啊！深圳的朋友就是有素质啊，让二楼的鼓掌，一楼没有搭理我的，哎，就是实在，好极了，哎，全场都想看。口吐莲花，不能驳各位衣食父母的面子，多新鲜呀！那你同着各位呢，你得给我找个道具。道具，我得需要这个锣，不是干嘛要锣呀？咱不说了吗？传统的戏法啊，怎么学的，怎么变，我得敲锣念咒语。我跟你这么说呀，我们这说相声的舞台没有锣，没有锣那变不了这个。不是，咱别变不了，咱找一东西代替一下。找什么代替呢？咱随便，咱看场面桌上。这不行，看那边哪有他妈长得像锣的？别动，哪？你干嘛？干嘛？哎。兄弟，拿你脑袋当锣，拿我脑袋，拿脑袋当锣。不不不不，观众想看，来不来？我来，来不来？啊？真来啊？哎，行，好吧，就拿我脑袋当锣，拿脑袋当锣。行行，找着锣呢，还得找着这个敲锣的啊，锣锤。您哪位带着斧子呢？锣、嗯，棒球棍子、狼牙棒、红缨枪的。你是憋着换搭档是怎么呀？你是那不可能，废话，敲锣呀，敲锣，咱们也找一差不多的，拿这个吧，行吗？啊，拿这个，这可以。啊，哎，不，就拿这当锣好不好？不是，咱这是敲锣，你是敲锣，是敲锣，别人弄死我。哎，不会的，不会的，那咱正式来一回啊！来来来，拿这敲锣啊！太好了，各位您观看口吐莲花，口吐莲花啊，口吐莲花，一二三，二二三，变不了。为什么呀？哑巴锣，没听说过什么叫哑巴锣呀？那怎么光敲着不出声呢？这都啪啪的了，还不出声呢？您听哪锣敲出啪啪的呀？不是，那应该呢？你得，嗵嗵，你这呀？哦，拿嘴学那个锣音儿，会不会？懂了，来啊，一点我就透。一二三，二二三，别着急。哐哐哐！兄弟，咱俩是有时差吗？我哐哐了，怎么敲完那么半天才响啊？你什么意思啊？快着点，再来！一二三，二二三，哐哐！这行了，这快了。咱呀，锤到锣鸣，一下是一下，好不好？啊，就是同步。哎，您这聪明点啊！好，再来，再来！一二三，二二三，哐哐。跟随师傅上茅山，哐哐，茅山有位毛老道，哐哐，师傅对我把一传，哐哐，轻点轻点，教会徒弟整八位，哐哐，道友七个成了仙，哐哐。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哐哐，师傅将我赶下了山，哐哐，赶下山来无事干，哐哐，变个戏法儿大加官，哐哐，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哐哐，再变个珍珠倒卷帘，哐哐。倒卷帘又来一遍，哐哐，卷帘，嗯，哐哐，帘，哐哐，乐一按，哎，哐哐，帘，拼音的哐哐，倒卷帘呐，哐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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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等会儿。哎，哎，啊，哎，干嘛？变呐，试试锣哦，试试锣像话吗？来，给我推下去，推下都不多。干什么你？试锣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不是我不变，那你干嘛呢？跟这儿没有水呀、啊？水？对不对？口吐莲花没水，我吐痰吗？难道？吓死吓死，早说行吗？拿水去，拿水不得了吗？拿水去，这边朋友们，大周六晚上怎么玩不是玩啊，是吧？一会儿呢咱们打好配合，给这小子玩死，我给您说单口啊，咱配合。说什么？没事，我给您宣传呢，我这啊，宣传我呢。哎，对对对，好好，嗯，行，没问题了，是吧？那咱们正式开始了，正式开始扣动电话，正式开始啊！咱可说归说，不逗了啊！哎，我跟您商量件事儿啊。什么事儿？咱这回就算是正式开始了。那可不正式吗？能不能就是敲锣呀、锣锤啊，我自己来。那不行，那不行，不行！您万一您不使劲，您不实诚，咱变不了。谁说的？不行不行，我使劲。那我们得检验检验您这个，我还练。对，您万一您不使劲，就变不成，变砸了一会儿。不至于的，我试试啊，我使劲。哐哐，哎呦，嘿，哎呀！谢谢观众支持我，都看透你了。嗯，您不能光嘴里使劲，您手也得使劲，手也得使劲，啊、手也使劲。我试试啊，嗯。哐哐，行吗？各位，我使劲了。哎，你听观众朋友说不行，谁说不行了？不行，我再来是吧？嗯、再使点劲儿。哎，好。哐哐，行吗？各位，这行吗？不行，还不行。不行，我再使点劲啊！哐哐，行吗？各位。差不多了，咱别开始之前就给他。我说这兄弟就是卖力气，那一会儿，你晃什么呀？谁晃？都得打晕了。那咱一会儿线咱都得这样啊。行，线都这样啊。哎，但是我跟您说啊，您自己敲这锣的时候呢，您别多说话，因为我这咒语一断了呢，这法力就不灵了。您别多说话，您放心。我一句话我都不说啊！不，我一句话不说也不行啊！您看我把这水喝下去，骑马蹲裆式站好，要吐没吐的时候，哦，您有这么一句话，我有词儿了。您得前腿弓，后腿绷，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您叫什么呀？我法号姓门把手的把，门把手的把，门把手的把。哎，单字一个鼻。哦，把鼻。哎，就是您倒是喷呐！我这口吐莲花，像话吗？像话吗？就出来了，啊！这都什么倒霉法号啊？这都马老道给我起的。哦，把鼻。哎，啊、您倒，行了，我就稍微练练。深圳就是曲艺窝子。哦，行，您最后完，我这一躬一抱拳就是。哎，您那倒是喷呐、啊，喷呐！借您这话，全场观众都借您这官，咱欣赏口吐莲花、啊。太好了，正式开始啊！最后啊，哎，来，一二三四五，哐哐。金木水火土，哐哐
要把戏法变，哐哐，还得从头数，哐哐，一二三四五，哐哐，金木水火土，哐哐，要把戏法变，哐哐，还得从头数，哐哐，哐哐，金木水火土，哐哐，要把戏法变，哐哐，还得。这是哪儿掉东西了吗？哪儿掉东西？我打的你，你干嘛打我？就四句来回倒啊！最可惜还带着观众一块儿来，是吧？有点忘词儿了吗？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往下来，往下来，再来，一二三四五，哐哐，金木水火土，哐哐，要把戏法变，哐哐，还得抓，你闭嘴吧，打的不是你，哐哐。还得抓把土，抓把土，哐哐，一请天地动，哦，哐哐，二请鬼神经，哐哐，三请毛老道，哐哐，四请孙伯龄，哐哐，五请桃花女，哐哐，六请老济公，哐哐，七请猪八戒，哐哐，八请是唐僧，哐哐，请来孟鹤堂。哐哐，再请周九良，哐哐，请来张云雷，哐哐，再请杨九郎，哐哐，请来史于谦，哐哐，搭档是郭德纲，哐哐，什么玩意儿啊？你打我干？孟鹤堂、周九良、张云雷、杨九郎、于谦、郭德纲，那都是神仙吗？不是啊，不是，不是，不是，你请他干嘛呀？我的意思，人家优秀，优秀就得请，优秀就得请。为什么比咱好呢？对不对？为什么比咱强呢？人家比咱有成绩，咱得跟人学习，有学习就得请，多新鲜呀！那行，行，行，继续来，继续来，什么继续来呀？请继续，说没说这锣别断呀？我眼瞅着师傅跟于大爷都冲我过来了。你这一段又回去了，怎么那么瘆得慌啊？从头来吧，打头来啊，从头来吧，来吧。一请天地动，哐哐，师请郭德纲，哐哐，师傅来了，哐哐，哐哐，快点，哐哐，哐哐，别断了，哐哐，快快，哐哐，早请早到，哐哐，晚请晚到，哐哐，如若不到，哐哐，铜锣相叫，哐哐，请神接仙，哐哐，开大轿，哐哐，净水泼街，哐哐，黄土垫道，哐哐，天气炎热，哐哐，朋友们适当增减衣服，哐哐，回了家里吹空调，别太冷了，哐哐，要不热伤风也很难受啊，哐哐，要是太热，喝点藿香正气水儿，哐，我不知您知道不知道，哐哐，第一排第一位知道不知道，哐哐，第一排第二位知道不知道，哐哐，第一排第三位知道不知道，都知道了。你都数完了，我这废了六千多人呢，没听说过，都知全场都知道，都知道是吧？通通，天也不早，通通，人也不少，通通，抬头观看，通通，众仙来到，通通，众仙来到，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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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你撂下吧你，爸比，差不多得了，爸比，您倒是喷呐。